压力哟压力哟，不怕失败压力哟，用心付出为拼搏，好运赢几路。你不红啊，你嘛你安尼。今日甲伊 PK 一下好啊！我跟你讲，不是干了半年，今仔有老人来啊！有老人来啊！老人来，大家拢是我的人啊！哎呦，哦，这阵叫大阵啊！哎，做者老哥拢是我的好朋友。来介绍这两位金童玉女。来，我们起来欢迎吴淑敏还有陈昭伟。什么上困难？人情步步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？避袂着伤口。什么困世间花较好？成功袂甲咱小出路，第咱赢家己起步，第二爱不惊吃苦。压力哟，压力哟，有一天就压力哟，想好压着吃苦了苦，你就压着快乐。压力哟，压力哟，不怕失败压力哟，用心付出为拼搏，好运赢几路。是耶，队长好，飞姐好，主持人好，飞姐好，才女嘛，对不对？嘻嘻，男总女寿，喂，先拜你头，先拜你，两年好运来，祝大家平安大发财，去了去了去了，这两个一传呢？哎，我传，我传，对，有辣不？传囡仔来，那你哈？等都是囡仔嘞，叫爸，阿伟看呢，阿伟登墙呢？哎，这是阮这个视觉拢多多好，哎，这嘛无好，你囡仔养成囝呢？哎呀，来啦！什么人对超越有贡？我得问。哎呦，淑敏，今天这一集来的都嘛是有贡献，是哦，系啊系啊。淑敏，你先讲，因为特别呐，有点歌的这个单元呐，我就是负责甲歌唱好啊。是。啊，像阮这辈吼，因为我是主持人开始比赛大汉的嘛，有一些老歌就比较难不倒我，我就可以。尽量的，大概有点想，我都拢会向唱，会当配合的关系。对啊，啊，那好笑的有已经有力呐，对不？像对不对？顺哥这么好笑。对啊，长得就很好笑啊。你不要这样子啊！大家都这么讲。啊，没有可力，长得也很好笑。对啊，你讲那要提升咱本节目的气质，对不？咱歌唱的部分嘛是足丰富、足好听啊，这嘛足重要啊。这是实力派歌王，加歌星。